落实使用者纳钱的原则哦，这种化市公所陆续整顿建国顶路桥的限地空间，规划成这收费的停车场，为这个讲好加加是正路交车路口的这复兴停车场哦，已经来完成相关停车场的管理设备，按即马开始哦，是来试营运收费。就算是落雨天，也是有真侪民众来排队，因拢是要来做停车位。就因为这块占地750几平的公有停车场将要开始收费。过去这个复兴停车场被长期占用，附近商店甲住户拢真希望赶紧整顿来落实使用者付费。我咱车拢乌白停，哎呀，乱乱停，无规则，无规划。所有帮助的，有啦。哎呀，迄个安尼管理安尼大家好啦。彰化市政府建府表示，这块地是以公费征收，过去长期被占用，造成公所被审计单位纠正，所以公所才会来整顿，开始收费。福兴停车场最近的这个使用量非常的大，因为长期呢啊有多年数的这个占用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呢啊大力来整顿，和咱附近的这个社区，跟咱彰师大商圈啊，以及呢咱两间学校呢，有科啊完善的这个停车位，带动地方的这个欢迎。那么，咱预定二月初开始，咱会正式营运吼，把咱复兴停车场会当呢步入正轨。市公所强调，复兴停车场对11号开始试营运，卖开放部分的停车位来优惠附近的民众。二月初一开始就会正式营运。大中央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。